大家早安，今天是打疫苗的日子，然后我们是下午一点，我是下午一点四十五打疫苗，那 Alan 已经打了，然后所以我现在先来先吃个好一点的早餐，然后等一下去打疫苗的时候才不会这么不舒服。嗯，这次打疫苗我是来南澳打，因为在墨尔本我还没有就是资格可以打疫苗，不过就是因为我刚好也是半个就是南澳 resident， 所以呢我这次才有机会过来打疫苗。我们的早餐来了，我今天吃的是一个牛肉汉堡，他吃的是普通的 Big Burgers。 吃早餐。你说我几张冰球？先张一满起来再冰球。你的书桌？哦，我书桌带走。我大概留下应该就是那个红色沙发，红色沙发直接丢楼下这样。然后植栽的那个也不用。很贵。兄弟给你的。是吗？植物的那个铁架也不用。嗨，各位，我现在已经到这边的要打的诊所了，好冷哦！要打疫苗很紧张哎，因为我很讨厌打针。然后这边，而且这边冬天我又要穿短袖出来打疫苗，然后就整个超冷，哇都。我等一下就不拍了，因为我要进去打疫苗。进来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填写我们的个人资料，还有确认我们最近有没有打疫苗的资讯。然后现在你们看到的地方是我们的恢复室，但是老实说，因为这边是小间的医院，就不像市区这么大，所以基本上东西都还蛮简陋的。然后打疫苗的地方也就在旁边而已。现在要回去休息，要多喝水，然后打疫苗的过程就只是他会请你写一些文件什么的，我刚才有就是拍一点小影片这样子，但是我不能跟大家说文件里面写什么，因为里面都是我资料。对，然后打的时候其实它的空间也算蛮小，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空间这样子，我以为他会就是做的还蛮就是有规模或者是有规划，然后结果没有，就很像去诊所然后打个什么什么针之类的，其实还蛮简单的。然后现在我就是要回家休息，那就先这样子啦，拜拜。哦，我忘记跟大家说，打完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没什么感觉，就打那一下其实真的没什么感觉，然后到目前就是我是打左手，所以左手开始有一点点小酸，然后休息15分钟的时候头有点小晕，但也不是说很晕，就是微微的知道说自己好像没有就是看东西没有办法就是很清楚这样看。这样很严重的吧？啊，微微的呀。是吗？对啊。然后我都没那么晕耶，可是我就有点想吐。我是微晕啊，可能是因为晕所以才想吐，应该是。然后对，反正就这样子。然后我在后续我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打完这疫苗怎么样。拜。Hello， 各位，现在时间是3:30左右，距离我打完针时间大概一个半小时。然后我现在觉得很晕又很想吐。我怎么记得很多人打完都没什么感觉呢？但是我却很晕又很想吐，没错，这就是我现在的状况。然后现在是3:28，3:28，对。那我之后有什么状况，我再跟大家说，就是让大家做一个参考。
嗨，各位，现在时间来到7:18，已经距离我打疫苗已经大概5个多小时左右。然后中间我觉得一度就是非常想吐，然后又头比较晕。现在是想吐跟头晕的症状是好一点，不过手开始很酸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基本上应该不会到那种很严重的那种感觉，就是还是蛮轻微的，只是中间是比较有点这样，因为有点小高峰的那种感觉，现在又缓和。对，然后现在艾伦在煮一个粥给我吃。我个人觉得如果刚打完有不舒服症状的话，喝一个热的汤感觉其实会蛮好蛮多的，因为我们之前有煮那个剥皮辣椒鸡汤，所以我觉得喝一碗汤热热的感觉症状会比较缓和，提供给你们。那我们等一下晚一点或者是明天再跟你们更新一下近况。早安大家，现在是早上大概快10点左右，所以距离我昨天打疫苗应该过18小时左右。所以我现在呢，我感觉是昨天的症状都结束了，然后现在剩下我的手非常的痛，就是打针那个地方非常的痛这样子，但是没有到酸痛。不过昨天晚上我发现就是有一两度忽然间就非常想睡，就是极度想睡，闭上眼睛就可以睡着的那种感觉，但是其他的感觉已经缓和很多。所以呢，这次打疫苗的经验我想应该就是这样，我想应该就不会有其他任何的症状出现，应该就是等手痛的这个事情就是再让它缓和一下应该就没事了。那就这样子啦，我们现在要出发去吃个早午餐，然后因为 Alan 在查东西，所以今天是我开车，我很久没有开车了，所以就今天就是我开车啦，拜拜。你先吃啊，你吃。Hello， 现在是我打完疫苗的第三天早上的，应该已经是中午的时候。那我个人是觉得在第三天之后，整个感觉就好很多，就手臂没有痛，然后也没有感觉累累，也没有发呆。然后现在是我正在开车回墨本的路上，对，我还有2个半小时我才回到墨本。那今天我带着空影就是要回家这样子。目前是在南澳是不需要戴口罩，但是来到维州的时候就必须戴口罩，所以我刚才去上厕所的时候就是对口罩就戴上这样子。我觉得大致上到第三天的时候打疫苗的不适感就会完全的消失，所以提供给你们做参考。然后给你们看这个小可爱，给它放在便盆里面，不知道它有没有尿尿，应该是不敢尿。然后它现在很想睡，因为它刚才一路上都坐在我的腿上。你们看，我的身上全部都是毛，我腿上也全部都是毛，因为它就是躺在这边这样子，然后我正在开车，全部都是毛。好啦，那这次的疫苗记录就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也祝大家就是有疫苗的话就请大家赶快去打，然后也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那就在这边祝大家就是身体都要很健康很健康。然后现在的澳洲也开始有那个什么，我记得是印度病毒又进来了，所以基本上只剩下南澳跟维州没有封城，其他州已经封城了。好啦，那就这样子，拜拜。